他们的官员来或者不来，都一样将看到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。体育和政治无关，奥运会是广大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的盛会，不是政客们作秀表演的舞台。美、澳、英加等个别国家拒绝共提北京冬奥会。 联大奥林匹克休战决议，又自编自导自演，不派官员出席的闹剧，站在了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对立面。我已经看到了，贵国。我们欢迎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各国运动员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，希望各方践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，不要将体育运动政治化。Rights, we need to continue that. What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